给一点点机会，要不然试一下。确实不行，你们走吧，我看见那个机器都烦了。哎，走，快将近一年了，我们的机器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样子。咱能把这个事情做到位，咱自己想做的去做到了，我感觉更加的执着。我是河南通禹县人李伟峰，在我们这边红枣现在还是用人工剪刀去剪，一个一个剪成枣干，人手都不够用，费用太高。根据他人切的这个情况，我们去进一步做成机械代替人工去做，所以说我们几个人要把这个机器搞出来。因为没有这个东西，你去空想这个东西，它去做出来非常难。怎么把这个枣片切成这个样子，这种形式，链条传动速比多少，买不来这样的东西，我们需要自己用车床去称，还要去试验。有的搞的时候搞得太累了，晚上就几个人搞在一台小床上歪一下休息一下，起来再干。没有昼夜的干，去试验，试验不成以后再试验另一种方案。切枣干的，切枣干的。头一次见，没有见过这个机器。这个切的不行啊，这个切乱七八糟的，切的不圆。不是这圆的，圆中轴的，圆点的，不厚，再比这厚点，不压这竖的。肯定不行，这卖不成钱，没人要这样。我们当时真的想哭。辛辛苦苦几个月，最后做出来没法用。出现这个问题，我们不敢说能解决不能解决，我们只是用我们的执着，用我们的行动解决这个失败的原因。我们机器后面找了个振动器，这样就是说枣子放进里面以后，就是说有重叠的有不顺的呀，它在这个模具里面能振平它，这样达到我们的效果。你看切了这的东西，你看真大轱辘的啊，你看它这切了的。是不是？哎呀，在家里试的好好的呀，怎么出现这种情况呢？你这个机器啊，也不能说就针对着专门加工新郑枣，或者你也不能说专门加工新疆枣，你应该是同时什么都能行的。懂了，哎，这机器拿着吧，不是了。哎呀，那十几块一斤点，跟他妈切个啥东西？拿着吧，行了，拿着吧，还是你。没有一个人体会到我们的苦衷，真是没法说。快将近一年了，我们的机器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样子，拉到厂里试了几次，每次不是让别人的厂要拉回来，他们的话，每一句厂要的话，就像刀子剜哥的心一样。咱能把这个事情做到位，咱自己想做的去做到了，我感觉就更加的执着。回来我这明天的成功，是不是走一个？有什么了？有办法了。
怎样才能把这个枣就是安全的就是送到这个刀滚上，做了个类似的一个机械手，把这个枣就是从输送带上就是拿到那个刀滚上嘛。中云城你上一次我们这一台机器10分钟基本上这一箱是没问题的。小伙子脑子还可以，不是我们脑子好使，是我们认真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它撞好。哦，咱们做哪一行做什么东西都是抱着一个美好的目标才有动力，我们把这块搞好了，这个理想都能实现。大家好，我是迷妹。今天呢要推荐一款新的发明，是一个微型的摄像机，它是很有意思的，它可以套在指尖上面用，也可以别在衣服上面用，它几乎是可以记录你在外的整个影像资料，而功能性是很棒的。现在的政府、交警、城管在执法取证中呢其实都有用到，是不是听上去很不错呢？但是在这里呢迷妹要强调一下，这东西虽然是好东西，但是你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。它可以连续录制4个小时以上，还能够挂在墙上、挂在包上，是很方便的，像素还很高清。录音呢、拍照都不是问题，但是要切记慎重使用，用在正途上。如果你感兴趣呢，可以到发明迷的网站上去看一下。今日头条呢，点击关注，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了解更多就可以了。那么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